孔子谷啊，来喽！刚刚好，哎呀，极限哎，极限来！我们今天就要来玩这一款孔子谷啊，来回到最初的港洞，来看看啊，两位主城啊，来，我们先好好的解主线。聊天室换个地方哦，你们想待哪？你们待这好不好？啊，记得刷 QR code 啊。好，这一次玩的职业是镖者，大的 JJ， 大家可以来加好友啊。通关冒险旅程，我们先把进度推一下。我还以为又感冒了，原来是卡米小姐在念叨我。订阅条可以先让它下去。首先，先来处理红宝王。矿石哎，还有吃钱环节啊，好爽好爽！哇，血瓶要不要吃哎？吃一点好了。噔噔噔，25级，24级打的是红宝，那怎么25级打的是蓝宝？下一张汉斯的调查，人都到齐了呢。那么，啊，人就是到齐了，没有问题。开杀，哎，开杀，不用跟我说那么多，开杀就对了。这个记得点，这是什么？哇、哦、哇，点下去礼包弹出来 ，Oh my god， 太削了吧？哦，这一只是拿来。收那个离线经验值的，哎，是所有的经验值都会掉到这一只上面哦，所以不拿好像是不会升级的。大家看身上有什么装备啊？四阶戒指，耳环两个，好，我们先。破到3之2，开一下下面这个绿水灵好。来看我们背包里面有什么？背包里面任选一只 UR 宠物碎片。宠物的话，那当然是选最喜欢的。黑肥肥怎么有头发？青蛇吧，青蛇5张。啊，这120个、哦，哭啊！我还有5个就可以换一只。SSR 有几个？40个就可以换一只哎。哎，那我们换 SSR 的木妖吧。木妖好可爱，而且这还不是普通。这是黑木妖是不是？合成。当当当当。木妖拿起来之后，它去哪边切成木妖啊？打造6件3阶装备，可以突破了。决战之巅。升级升级，就点这招。我们自动是丢飞镖，普通攻击，武功也可以强化。今天强化攻击力吧，没什么好说的。全部强化，全部强化，通通强化。3之2，升级的起点，开扁。好烦，不想写作业，不想干活。要是能在头上躺一整天就好了。
没有在偷懒。这样练等吗？没错，就是这样练等的。刷过去把怪刷死，再刷回来再把怪刷死。哇，好爽！点击触发怪物石化。这里有个群攻，这是要使用枫叶能量，是不是？哒哒哒哒，终于可以召唤宠物喽！召唤60次必得 UR。恭喜获得浣熊一只宠物。好，我们先使用这个木妖。SS 啊。原来木妖是会进化嘞，是嘞，木妖最后都不是木妖嘞，这是啥鬼？这个海马更扯，这个海马直接变成一条鱼嘞！哎呀，独角狮可以变成，独角狮三种颜色，黑肥肥会进化成火肥肥。青蛇最后会变成鳄鱼，哇！他讲到这个青蛇哦，它竟然可以变成鳄鱼哎，那来把这个青蛇给搞出来。先刷怪，冒险福利通关39，快速战斗这个按钮是干嘛？可以瞬间获得200分钟哦，免费。先不用了，这个留的高等一点再用。先刷一下，看看有什么打不过。目前打绿水轻松。黑肥肥要怎么进化呢？应该有很多的黑肥肥就可以进化。9900经验值，升一级要多少？升一级27000。三只是帮手来了，那更不需要我了。我要去睡觉了，没什么事别叫我。那我也要睡啦。强大能力，怪物的诅咒。轻松练的皮肤位，挂机就能高速升级。想到的时候就上来点个两下，辛苦。29等，我难道一天可以200？一天可以250？那家伙最好的朋友都在那边消失，蝴蝶看他难过的样子，实在不爽。我才想逗逗他的。这是无情的女妖精啊！机前环节，噔噔噔噔，放个公会啊，没有问题。真的已经开尬的这些粉丝团啊，老样子啊。看看几等可以开，踏上旅程，穿越时空，获得大量的奖励。你可以去探索虚空之痕了。第一张风之岛，汉斯已经变成灵魂了。这熟悉的地图，蒙斯先生为什么要看地图呢？天灾是因为异常点造成的啊。这是咕咕鸡的零件，天灾之后咕咕鸡的零件散落在各地。
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各个地图看看。穿越时空哦。队长，你的力量需要达到2才能完成任务哦。哦，好，先打火毒眼兽吧。哦，不对啊，这是送我火毒眼兽，可以。采矿可以获得力量或幸运，这取决于队长的选择。前面有一堆矿石，那肯定是把它粉碎啊。队长，你的选择将影响你的力量和幸运，要注意哦。嗯哼，砍树。你捡起了树枝，感觉充满了力量。队长，力量不仅可以助你完成任务，还可以提高你的攻击力，更快结束战斗。那肯定全点力量啊，没什么好说的、啊。盗贼全力，全力贼。有个蘑菇的木雕，砍砍砍，一直砍。力量可以提升攻击力，挑战更高难度。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大陆。队长不想试试吗？巴洛谷直接在风之岛、啊、这么狠啊，三倍奖励啊，那肯定打三倍奖励了、啊、欸，这个是会飞的巴洛谷，对，这个是地狱巴洛谷。那也不是我的对手。到了36000块。听说只要找到10个零件，交给咕咕钟，就可以转动它的转盘，获得报酬。来，开始转动。那大转盘，大转。嘿嘿 ，SSR 一个。这个感觉，他那个 SSR 要几个？要40个吗？缺私房钱吗？可以把东西变成钱哦。来，换成钱。哦，是这样子、啊。这个每天应该可以打好几次吧？感觉一个礼拜就可以凑出一个关。哎，我先把主线给推一下。我眼睁睁看着他。当然这是最低等啊，最低等的只有一片。高等的应该有很多片吧？序号了，序号一定要换啊！你看，我们出去就来换序号。来看看有几个序号可以换，应该序号还不少、哦。噔噔噔噔噔噔。接近鸟的地方，我想请你们帮忙，就是我的朋友艾温，他的个人鞋丢失了，我想帮他找到。句号，句号。VIP 666778888999都有是不是？全换了。现在要玩手游，肯定都要先把那些实况组的序号给全换。不能二段跳，还没学会啊！我只会双标啊！梳理包嘛 ，RRR888，看看这个有什么啊？这个里面有10000块钱，有一堆石头。标贼一开始就是靠这个双标在打，来看看有什么技能哈。嗯，感觉等级高一点，再一次强化比较好。那每次升级都要按，其实蛮麻烦的。哇、哦，一大堆一大堆，专属
号吗？当然有啊，到我的 Facebook 看就有喽。接近天的地方。那个小傻子，那风波里边不可能找到。耶、yeah, ，升级啦！怪物冰冻，标贼是不是抓的不快啊？设计人手册，这个要自己。发现这个标贼啊，抓的没有很快。标贼就是用钱在换的。好友熊木南的圣丁义大师哦，我这边怎么有熊木南的圣啊？87等，丁义大师92等哎，他可以高速超过他们等级吧？开服第二天，且角色等级达到60。看一下通关冒险39，大木里好了 ，BOSS 阿蝶，狠狠的打。你看他消失的肾在我这，手册，善意的谎言来到了剧情关卡，看看哪里创工会，应该是还没开耶，再解一下。有什么氪金要素？氪金要素我目前还没有看到那里啊，我慢慢玩，慢慢的体验。玩这种游戏就是不要贪快。就是你有空的时候拿出来玩一玩就够了。有剧情哎，哦哦哦，剧情还是这个样子哦，哦哦哦。这个剧情我们留给各位玩家自己去看呐、啊。福利可以领来。哦哦，钻石好多、哦，看看钻石可以换什么。来了，来到北部森林了。你们就是维英和罗文提到的来支援魔法森林的冒险家吧？再来打火毒眼兽。我不喜欢暴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们这台不接受暴雷。让大家看看角色飘逸的头发，没有问题啦。要让我角色飘逸的头发出来，让大家看一下我选的最帅的那个发型。国小的时候大家都是把帽子脱掉，帽子能不能脱掉、啊？没有办法把帽子脱掉，是不是？戴帽子，哎，我不想戴帽子啊，不能把帽子脱掉哦。算了，先打造，通通打造，接外观，我帽子升级了。人家矿石就是拿来用这个的。哦，我现在看起来像35等的贼了。到时装那边脱，哎呀，时装。时装在哪去啊？我会来召唤的。召唤的话是用这个月饼，召唤60次必得
黑肥肥。我们先拿个黑肥肥，搜集那里。不对啊，我要青蛇啊，我不要黑肥肥。来了，青蛇。先把青蛇搞出来，青蛇碎片。青蛇不知道差多少。星月神石九折一折哎、欸、一折呢、欸、买了不是来了那这个都是碎片啊还是我刚刚是一整只的我刚刚是拿一整只的吗哎、欸、哦我刚刚是拿一整只的好爽好爽好爽好啦巫妖可以下去了回转青蛇多吃点啊多吃点啊青蛇加二再加一只青蛇然后 plus 150,000元嗯 UR 点击就送了、欸、还要再一只青蛇我才会变二五等等再搞一只青蛇不难抽啊，不难抽啊！这种游戏就是给你玩开心的，怎么可能把它设计的难抽？对，还要去逐渐开能力。等下我先截主线。哦，是要两只青蛇，我是要加二，是不是？大怪物出现了！到不了会不会怎么样？拿不到宠物，现在哎、欸，随便拿。哎，再抽一下。这个蓝色的宝石是没有办法拿来抽这个的，是不是？可以，可以填充进去。青蛇，请给我青蛇。再一次就好，再一次就好，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欸、恭喜青蛇碎片啊！先扣着，哎、啊，先扣着，那难弄。冒险家，您一定见过贝蒂博士了吧？他无疑是一位出色的生物学家。他要保底，他要保底黑肥肥了吧？原来是可以自己控制跳跃的、啊，他一直叫我点，啊，我点了人就会跳起来啊。哎，我这个标会自动追踪的。黑色独眼兽名字是什么？黑肥肥。不要问这种大家都知道的问题。高速升级，高速升级。掌命人的所有工作都交付给贝蒂博士，他一直做得很好。全部拾取。33级。其他玩家组成冒险团了，为梦想而战，这就是工会嘛。来，我们来创造啊！阿德姐姐粉丝团，收机器人，欢迎机器人，欢迎 Z 粉，冒险目标。冲击排名无需验证，
建成功，我是团长。啊，还要付薪水啊？哎，我可以领300块耶。每周一5点会发薪水哦。哦。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哦，这就是工会区哦，这里可以进行无尽的狩猎。AF 机器人，这是拿来练等的，是不是？先不打，先扣着。尬的这些粉丝团，各大游戏皆有分布，都是由我所经营。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精力？贝蒂博士又不是小孩，有得必有失啦。应该先升级技能哦，这个飙一下怪物飙不死，看起来不顺眼。42等才能开第二只啊！我看一下，角色达到42可以开启第二只，每一只技能不一样。警卫机器人会强化攻击力。图鉴先领吧。我看一下，图鉴领的可以拿多少？攻击568。差很多哎、欸！这个全开差很多哎、欸。目前2%，时装屋不显示帽子。对啦，就是要这样哦，就是要这样才帅哦。眼睛一定要最帅的。35等装，翅膀还没有，再来搞一点时装。密林里原本有一只神奇的大橘，我有见过它，它的印象深刻。但环节要开始了。现在是高速推主线，身为团长，等级不能落后别人吧？这个大绝哦，不知道这个打的有没有比较快？好像有，有开有差哎。还是其实我本来就很痛。这个就有结婚系统嘛，那肯定有。家园系统、结婚系统，什么都会有。这种打怪是紫色的字，暴击，暴击，没有重点啊，暴击都不知道。哎，我们等等就来教大家怎么进家园，等等选取这个社交。里面就有家园系统可以进去。噔噔噔，34级。独眼兽是普通动物，目前都很顺。创造，但也是面临生态重要临团。可以 PK 吗？这我就不太清楚。但我觉得大家这个和和气气的一起打 BOSS， 这也挺好的。BOSS 稍微有点硬。坚强的贝蒂。好，来到了这一张坚强的贝蒂，给我一点点的宝石。只要除670就可以拿到这什么？
SSR 宠物任选哎、欸！不爆雷啊！不爆雷！你们终于来了！想知道贝蒂的状况，就自己去了解。更加熟练和强大了呢。为什么这个时候绿姑姑怎么在火毒眼兽后面？来，我们打个锅盖，可以四处走走。强大能量出现了。还有普通的姑姑哎，过来，来陪无聊的老头子聊聊天、啊。锅盖好啊，标准一定要有一个锅盖啊。左手梅花镖，右手锅盖，完美开始拓荒。可以开始远征队了。哦哦，我现在已经可以打炎魔了，来啊来啊！我单杀炎魔怎么样？好像不能单杀、欸，要匹配。炎魔可以掉远征徽章，最低阶的炎魔负二，最低阶炎魔负二，他低来了。U R 宠物哎、欸，加赖就送 U R 宠物。啊，怎么大家都演不完？我好像算是伤害偏强的、哦。成远征队，帽子一个，加个好友吧，可以继续进行战斗。我可以，我可以再打一场，是不是？先刷一下，这感觉有次数限制了。每日经验值大量掉落，先充等啊，我们先充。可惜灾难发生后，村外姑姑怎么有蓝色的？造异物，品质下降，不太适合用以前的研究了。出来了，砰砰！姑姑博士，姑姑博士好像会给你一个这辈子都解不掉的任务，收集什么姑姑包子。那个以前经常来帮我的小姑娘，蓝姑姑精英，失去了心爱的人，看她消沉的样子，我也很难受啊。啦啦啦啦啦当，标等标等，您好，原来是新来的冒险家，因为第一次见到您，所以我刚才有点害怕。好想要一次升三级哦。没有结婚系统啊，没问题。那应该以后才会有喽。现在大家都练到几等？聊天室的各位都已经几等了？谢谢斯卡斯博士的蘑菇汤，很好喝，熟悉的味道让我想起灾难前的生活，平淡为甜。
模拟器玩吗？应该是不推荐吧。玩手游还要模拟器玩，但感觉怪的。他都已经是手游了，乖乖的用手机玩。你看，他都已经设计的让你手机非常方便就能操作，是手指头就行。前往微风森林。一直还要继续，每个人的伤痛都还没痊愈，我应该抓住当下我所拥有的东西。有一招会往前丢一大堆飞镖的那个比较痛哎、欸，这个前冲这一招也太烂了。说明人一比十万，才开一万，谁要加你？现在每个小时可以收到5900的经验值，你还太前面了，应该要先打后面。好疼！下次要救命的人，这不就轮到我了？蜘蛛网哎！20年前的我，从来都没有打赢过这次。非常的强悍，耶！领奖喽！这矿石好像一定要拿，我拿很亏。啊，这是等级太高了，60几，然后又那么难遇。巴洛谷还难找、哦。噔噔噔！哎呀，会掉日标哎，还会掉雷标哎。这边什么强化哦？哦，这是刚刚那种不一样的，是不是？哦哦哦哦！哇！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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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不知道在干嘛，但转起来喽！这石头还来的，还有没有？再给我来一点吧，这石头很嗨耶！装备打造分解装备，哎，可以咚咚咚咚咚咚！这个来自冒险家修炼场，我有研磨的石装可以穿，看一下，石装。剑手村在打架哎、欸，要去石头人山坡了，刷石头人。哦，很少来这里。石头人，在这边，如果你69等，在这里练一个月的话，可以升到70。可以去三转，今天加倍要开哦。哒哒哒，要打那种混种的，混种的经验值多一点点。哎呀，这石头人就有改版。上下又痒又疼，仿佛有小虫子在咬我，太痛苦了！有虫子在咬我啊！无限的奖励，不是，我要一次存多一点，我就
就是那种吃饭会先把饭吃完，然后把料留着最后吃的。我要留多一点，然后一次把它按完，超爽。寺庙路口。我不知道为何来到这里，记忆就断层了，迷迷糊糊，就好像在做梦。防御提升，护甲提升。是我缩水了，还是石头人变大了？这石头人怎么那么大？200等啊，200等也是得靠自己练的啊。你们看那些石头人激起强烈的能量波动，果然是异常能量。嘟嘟嘟！哎，不行哎，怪开始变硬哎，好像又要强化一下了。我感觉这个 BGM 好像就不是这个地图了，这听起来好像是城镇的 BGM。 我技能有一阵子没有升了，哎，全减哦，真的又可以当当当当当当了。哎，极限全减，石头一定要拿，1350颗，我跳啊，可以跳啊，搓一下就可以跳啊。我先升级一下技能好了，战力提升，现在可以打时空之痕的第二章了。先看一下，工具是很重要的东西，工具人是很重要的哦。队长一定不要客气哦。好，没有问题。送什么哈？6万块好了。任务奖励4点力量，2点幸运。宠物和道具有随机折扣，可以省点钱买零食了。小福，9折啊！黑肥肥9折哎、欸，是不想要黑肥肥，不要。使用工具，得到了一堆金属。哎，这地上的全都是可以拿。阿尔菲相信你很快就可以完成任务。工具已经没了，全力全力。啊，出青蛇就买啊！我现在就想要青蛇。贝壳里面有什么？用力敲打力量。这个、哦。这个模式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反正就是收集很多东西，然后最后打一只网吧。主要是拿钱的。我已经快40等了，打着25等的网，轻松。姑姑中说，主要是赚钱啊，我有点缺钱。没有你想要的东西，然后这里还可以转盘，免费刷新一次。嘿、hey, ，青蛇碎片1个。9万块哦，钱都来了，这样就有钱嘞。再来就可以去第三章，这里还有剧情模式。哦，又可以升技能了，刚刚就缺钱了。OK， 技能都升满了，来看一下怒气绝招，消耗怒气。哦，这个是拿来升这个的。
一转啊，我还没一转哦。啊，我们先准备转职好了。哇，几等可以转职哎？从寺院里泄露出来的能量，让寺庙的魔都变异，产生了置换的作用。应该理论上是三十等就可以转。办公会吗？有啊，刚开了大德姐姐粉丝团。就要解主线了，好啦，主线该回一回了啦，不能再扣了。打贝伦，没看过嘞，新怪物哦。哦哇，好爽好爽，一直点。去找汉斯对话。好。异常点的解析不具体的异常。盗贼要转职，那可以找汉斯嘛。哎，家园系统快要开了哦。小港国民。要打贝伦哦，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先打，你先打。这个最低阶的贝伦我还不想打，我要直接打高阶的。我一直飙，一直飙，多开一只宠物了。木妖，这个中毒的抗性有没有打伤害的？下面那些可播的宠物甚至连技能都没有。提升攻击，哦哈，通关六之六。冒险家，其实我很高兴能在幻觉里再见妈妈一面，说不定这就是我会被吸引过来的原因吧。不过进来这边就没有办法看那个看其他东西耶。这九条龙会喷我，听说我石头人。通关六十六。十二级喽，是我还没有去转职吗？难道他已经有告诉过我怎么转职吗？可是我真的等级还没到，我是盗贼啊！我转职了吗？四十六级哦，四十六级转职。我一直在安抚失去亲人朋友的父母，这场灾难，好，赶快快标四十六级，好转职。我要转这个冰雷，蛮微妙的数值，四十六级，可能是到那边剧情才会教你转。还是我直接快速战斗，200分钟的经验值怎么样？哇，现在升级好像很多哎，升级要34万，没有，34000。村民们对消失的这游戏所有数字都很浮夸，就升级经验。有些沉浸在看起来少很多。
场都是升级几百亿，打一下一百滴。这螳螂怎么打我会痛啊？哦，哎，不妙不妙，这个石头人有问题，这个石头人好像有问题。回血，立刻复活。哎，镖贼前面就不好混，没有办法。哎呀，镖贼前面怎么这么痛苦啊？后起脚啊，后起脚、啊！镖贼肯定是转职开始强的。冒险旅程，这里还会给额外的东西，是不是？来第七章，来到来酒吧，来到捷运喽。原来是你。噔噔噔噔噔噔。开始刷幽灵。这里其实没有很好练嘛，这里打怪会一直 miss。好硬啊！强大的怪物已被驱散，不是哎、欸，有个东西没捡到哎、欸。就是这么好练。想要好练功的风之谷啊，就是这么好练。是有课无课，捷运售票区，不少居民找到了小幽灵了。听见地底传来恐怖的声响，他们感到不安，几乎要转蛋。等等，我要先。先让我一四十五级开家园，四十六级转职。我的特色就是要原汁原味。回到这个二十年前你练功的样子，不是那种刷过来刷过去怪死光光的。跳起来双标，跳起来双标。水也要省着喝。好硬啊，小幽灵，四十八级的小幽灵。坐椅子回头，那你也太有钱了吧？还有椅子。这个小幽灵真打不死。开放了家园系统，打造你的家园。哎呀，不知道怎么进家园的，他现在就有教学。右上角点击家园给钱，大德接接的家园。哎，他怕你不知道怎么进，他现在就教你。
宅区，窗户装上去。很好。然后我们再邀请一些客人。你的房子看起来可真有家的气氛啊。然后他就会给我钱。我的房子看起来可真是极简风格啊。灵异大师跑进来了，请你滚蛋。放个沙发。倒车入库。放个闹钟。钢琴啊、哎呀，我平常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窗边弹弹钢琴。冰箱啊，冰箱放这。怎么弹到这 ？OK， 保存。我家整理好了，还可以分享到 Facebook。我们去看一下熊问男的家。家还挺像定义大师的家、长得也普普通通啊。哦，这什么发财金。哦，没有发财金，8块钱啊，发财金给我8块钱。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废都地铁在灾难里遭到损坏，早已打大幽灵呗。我哪一幅啊？我这一幅不知道叫什么呀 ？S021 啦。啊，马上转。排练到90，应该是玩2天左右吗？不过我觉得一直有在按的话，我应该是半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了吧。不是不是，这边的怪，这边的怪是真的有点痛。容易上瘾，就是你会那个睡觉前想说来点一下，然后点着点着天就亮了。这么大的幽灵，就算轻轻撞，每次都想说就点一下，你会留下很深的痕迹吧？点着点着，怎么天就亮？不然再点一等好了。哦。哇，这个大幽灵！那我就是放置类的机会啊。就一直点，然后它数字就一直在跳。刚刚石头人好打一点。十点，对，再让我点一下，我快转机。耶，升级了，我可以转职喽。量死，但又可以强化一波了。应该是要先强化一波吧。
所有装备都是从我身上那个升级上去的吗？还是要出去打才有？你可以转职咯，我看一下啊。我现在可以转一级是刺客，哎，我可以转刺客了。我现在先把技能升到31。通过转职的欢迎参加第一次打教官冒险家，要不然转冰雷。冒险生涯中第一次正式的职业考验，希望你们认真对待。不然一转就要打教官了，太狠了啦。耶，转职！恭喜你成功转职为刺客，多了四季飞镖，新的愤怒技能。公会有开冒险团对战吗？该有吗？哦，礼包又弹出来喽！看一下冒险团，冒险团哦，魔物兽培育室，智慧大逃亡。哦，这个还有答题耶，答对四题就可以抽奖。为什么开始砰砰砰砰砰砰啊？刚打完那个教官，我就开始砰砰砰砰砰砰哎！风之谷正在经历着灾难，希望你们可以伸出援手。啊，我要捐多少？我大力捐赠200个钻石。教官的怨灵，我重开一下。教官，你不要这样啊！你不要这样啊！教官刚刚太大声了，害我现在直接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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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开一下，重开一下，马上登录。噔噔。这游戏应该不会打开来，然后发现我全身装备都空的吧？不可能吧？哎呀，图腾48级可以打图腾，先一边冒险吧。然后先把东西都升一升，没事啊。那我们的话，我们就去寻找司马老爹。把金蛇升级一下，木妖也升级一下。这他的攻击力是加在我上面吧？太好了，那肯定都要点了。我看一下，我想再搞一只青蛇哎。钻石主要都是花在这个宠物上面吗？还是还有什么可以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直接给他青蛇下去了。坐在冒险家修炼场，75级可以开第二个，我要留着打75级的。这个几点刷新了、啊？为什么一进场就有 UR？ 好久不见，对，有那个 UR， 首领我刚刚按一下就抽到了。解放，好爽，我可以打整个地图喽！有了有了，哦，那个感觉了。
伤害有点微妙，五把一下打不死怪，好，那先强化一下。全地图打怪，我现在伤害有点不够。大幽灵有点强。也得强化一下，这就不过这边的怪已经超我有点多了，好像没有去解那些的话有点跟不上这个怪物的等级。看一下，先强化武器，不能只强化武器，是不是？打造是什么意思？先一直打造了，给他一顿敲了，来强化，转起来。来来来，攻击力上升了，贝伦该去打一下嘛。二级可以再开一个，先看看我的时装啊。然后有人说我有那个预约玩家专属，为什么我没有这个研磨装啊？应该是有啊。辅助波动500块。但是有研磨才对啊，哦，研磨的手金叹号就是有了。切到刚刚一件穿戴，时装这里是有个金叹号，这个熔炼啊，熔炼是可以把宠物合在一起合成。48级还会开第二个东西，94级开放，开服29天138级，哦，要练到138级啊！来开服剑，200。合成青蛇，是青蛇要60片。你想多了，我不过是来地铁坍塌的废墟里找找遗失的钱。有了有了，伤害有料了吧？我等下要先去搞青蛇，我要把青蛇变弱。成功！我要把礼包码全部领给你。有没有那种？没有那种收集所有礼包码的地方啊。他会有人整理所有的礼包码吧？狗一下包，也要领一下 NL 的 Wins 的通通都领起来，小剑应该也有，哦，所以去他们的台找。内容怎么没有啊？工会几个人？我想看一下。哎呀，小剑应该是有，小剑跟大王应该是有。
拉克女士啊。激活成功。哦，青蛇。哎呀，在哪边看我现在几个人了？是要去组成才看得到吗？冒险团，冒险团大厅目前是两个，我与我的国民。5000块进行一次冒险团的修炼。啊，等再来邀请大家7天的时候完成任务就送黑肥肥。我明白，又可以领发财金了。总有一天会与东风相会，总有一天我和他会真正朝顶相向。攻，这一招不知道是没有升级还是怎么样，太凉了吧！大家都还等级还不够，刚下载，一定等级没那么快。记得搜寻尬德姐姐粉丝团。第一个有升了，那个直接升了，也有加攻击力。没人知道我在哪服，我在 S021 啊，应该吧？我再看一下，大家都在哪服？伺服器好像可以随便切吗？来确定。S021，怎么这么多伺服器啊？不能切，只能重练，真假？该不会我这个是很后面的伺服器吧？不是，那也开太多个了，哭啊！这个埃德尔是哪个？看一下子，怎么有这么多个？直接找不到埃德尔在哪里。哇，这样子大家都被分开了，真是有点麻烦。不爆满。那第一个伺服器是哪？第一个伺服器是风之岛。还是再挑一个伺服器，大家一起练呢，这样好像很麻烦呢，要从一个开始。哇，不如练到47嘞。神秘大师要跟我切磋哦。去最新的，看一下，那我青蛇要没了。我看一下切合怎样。最新伺服器，而且我记得我一开始登录的时候就没有可以选伺服器的地方，它就是直接就帮我登这个了。最新加开的是光之精灵，好，光之精灵我过去看一下，空的啊，空的。炮手海盗，他重新开始了，可恶，他重练了，不是一开始都随机，这样根本就遇不到自己人。
开始自己选要自己跳出来，那也没办法了。来来来，一起练啊，一起练啊。来选这个帅哥头。你好，冒险家。你好，用手指滑动荧幕可进行移动。跳过，跳过，不用教，不用教。这里是技能栏，靠近怪物会自动释放技能。连续点击荧幕两次可以二段跳哦。他没有给转伺服器的东西吗？在哪个伺服器？释放自动技能会获得怒气，怒气集满就可以释放怒气技能。基本的战斗。哦，大战八路，开局就大战八路。47级，对啊，都已经练到这样了，继续练说不过去，就待埃德尔了啦，不然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了。来，开抽。黑肥肥一只，又啊黑肥肥，又啊怎么随便中的？体力提高，看一下。把青蛇给升起来再说了。来，请给我青蛇。哦哦，拉拉起青蛇的碎片一个。你带两只吗？带两只很久了，星光精灵跟秃鹰哎。活人，哦，星光精灵都有啊。秃鹰。是不是40级等的怪了？咚咚咚咚咚！呀，再拿一点啊！可能没有青蛇吧？不可能吧？这海马，好像有一些已经可以进阶了，进阶是变成啊木妖，看一下，直接先把它拿去进阶吧。满级预览，哦，木妖进阶，木妖加一。加一还差蛮多的，红烈我看看，碎片好不够哦，完蛋没有抓了呢。死亡三号线，倒也不必把话说的这么直，我们会承担起帮助居民的任务，但这不代表会与你成为盟友。我已经开始越级了，打怪了。月七的打怪稍微一点点硬了，
该撑得住吧。我也是把这个技能升级，也是因为这招没什么太阳，你一下三万多。下只鳄鱼往回打爆我，鳄鱼王升高级。哎，这有时间限制哦。哎，时间要到了，再给我一下吧。时间要到了，时间要到了。啊，哭啊，时间还会到的。先强化一下我的技能。四季飞镖要突破的话，要有黑曜石的碎片。黑曜石的碎片从这里来的。不然先升级好啦，快速战斗升级。当当当，解锁图腾之力，就是缺了这个图腾技能。挑战混乱之地可以获得很多图腾哦。挑战混乱之地，每天可以打五次。兽开始打，中间很多东西都没打。成功挑战，这是没有经验值的。我看一下，选择一个强化，闪避加10%，这是怎样？这在爬塔是不是？那贝伦刚也没打。大的怪物已被驱散，所以黑曜石碎片来了，我都没有看到有地方有黑曜石碎片。第三关，下面的宝箱，哦，黑曜石碎片从外面来了。我群攻好爽哦！44级，这有一个正常一点的地形。那到底谁会在刚刚那种地形打怪？破一次都可以再升10级。等一下，我先领一下，怪物等级50了。每日，看一下每日任务宝箱哦，在这哦，10个啊，就10个。没钱了，马上要有钱喽！钱都还没领呢。好，10个就可以突破了。飞镖旋转加一次，然后还缺5个。哇，只有这边有哦。那这个技能不就很难点吗？
啦，贝伦打一打了啦，现在只能打简单贝伦，挑战贝伦。鲁鲁米，鲁鲁米是那个肥肥的河马吗？也中二33个月，我看一下，必掉稀有装备。哦，怎么大家都90级等？90级等也打得了。哦，鲁鲁米怎么这么恐怖呢？右下角双剑蓝钻也可以培养。换伺服器是要重练的哟。我也是不知道玩到几等才发现原来有伺服器这个选择。拍卖行里面卖什么？参与冒险团哦，要先参与冒险团。刚刚说在哪里？商店蓝钻，可以买 A 钥匙哦。Oh my god， 一颗，真的，一颗要240哦，这么扯哦，升一级要10颗哎。哎呀，哦，我的是碎片哦，哭啊！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打碎啊？哦，那一个就是50颗哎，我能不能把它打碎？应该可以吧，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把它打碎的吧。我黑钥匙超多颗哎，我黑钥匙怎么了？33颗，完蛋，那哪里还有黑钥匙？就要刷新了。宝的碎片一个，友情点数可以买星月神石，紫色图腾任选，图腾有什么效果？哦，放技能，打真实伤害。哦，这个银色姑姑好像很不错哎。色姑姑，一件装备有了，银色姑姑，这边也可以强化，银姑姑强化，这样子应该可以教训他了吧？倒也不必把话说的这么好听。我们会承担起帮助居民的，打真伤应该随便打吧，但这不代表会与你成为盟友。哎呀，血虐，完全血虐！我想去下一区练的，不想待在这个，不想待在这个捷运站。铁怪很难练。额外伤害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了吧，这是总该打的时候。知道吗？完全不是，我就去下一区练，下一区练，然后准备来一800发，28秒。秒打他2发，
啦，有没有黑 A 钥匙、欸？真的有哎、欸，超爽的，可以去下一区了。下一区沼泽地。现在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意外有时比明天来更重要。人嘛，要学会及时行乐。要学会及时行乐。还在等，月光还在不在？武器回复，这个蛇好像不怎么好练，不好打。难杀，这个蛇很难杀哎。我领岩盔了吗？不知道岩盔在哪里。看一下，现在可以图腾精炼。哦，精炼了。哎呀，这样一小时赚7776的经验值。打到下一区还会再更多吗？这跟我打这个怪的速度有关系吗？还是这里就是全自动的？这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按。776，一分钱一分货。我后金祖母从来不售卖次品。我觉得应该都是在哪里就拿多少钱。如果输出提高了，刚刚那边不知道会不会更多。打怪一直 miss， 哭啊！硬啊，好硬啊，这个怪！硬啦！那肯定不好练啊，我不想打青蛇啊，我想打鳄鱼啊，有一种黑色的鳄鱼很好练啊。这边还是7776，看一下提高我的战斗力会不会更高。还是7776。多过了一关，它也没有变高吗？看来是跟这个战斗力是没有关系的。7776，冒险家。高吗？黑色的鳄鱼很强，就看它能有多强。哦，是童话哥，这是什么东西给你？小礼物哎、欸！游历四方怪物志，这是怎么来的？鳄鱼坦有赏金，开扁鳄鱼坦，讲浑身上下都是攻击怪，啊，再练一下就好。我看一下二转牙齿，再练一波，让我打死这个鳄鱼 ，OK 吧？
八还是四十六？我刚刚是四十六的时候你转了，我现在是刺客。大鳄鱼很难哦，我这边的怪已经快要高我十级了。碎片啊，哭啊，要明天才能升级了。来看一下冒险家修炼场有多少经验值，75级，开第二阶，这个一场有12万呢、欸。哦，那这个只要打一场不就飞天？氪的加一，没有瞬间满人，没办法，大家分散在各个伺服器啊。晋级的怪怪，大量的技能书，宠物升级。啊，这给什么？这里该不会有黑曜石吧？没有。啊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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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狩猎有大量的冒险币哦，冒险团合力答题，哎，升级了，攻击力又强化了，哇塞！还是我们去把鳄鱼宰了，62级，我们下一转要多久？95级才能二转了、哦，这么狠哦！看他大言不惭的样子，过于不良。谁知是不是鳄鱼？黑鳄鱼。被地库技能没抢啊！我有氪吗？我没氪啊，我靠技术的。当时有说那个
黑幽灵厉害吗？好像还好。树刚那个幽灵。哎，复活！对啊，这边是离线的经验值吗？是不一样的吗？离线也可以获得挂机收益，所以就算不登录也是拿着7776吗？请问你有注意过前段时间后街吉姆在废都去过的地方吗？那我已经多过了三关了，还是7776，只要在这个鳄鱼区就都是这样。李勇小姐是否那个贩卖道具特殊器？我怎么两只伊瓦了？哇，刚刚随便按一按就抽到了，无氪也能抽到伊瓦，开心了这游戏。哦，这人物都是原汁原味，不是长这个样子。还有难抽吗？他不是还有保底吗？我的人物到底要不要上去啊？哭啊！人物迷路啦！上来了，上来了！我影分身没开，没魔啦，没魔怎么影分身？快点来！你到底有什么阴谋？又是勾结怪物，又是翻垃圾桶，还有哪些我不知道的勾当？自动寻怪竟然会被地形卡住。画面怎么那么干净？哎，聊天室，他给你分在另外一区。这游戏可以组队一起练功哦，组队怎么一起打？圣女雨。变大了，是什么装备可以升星了？我有各式各样强化的东西耶，这个游戏是不断的强化自己。鳄鱼是我翻遍全废土的垃圾桶找来的。天气恶，深渊巨鳄很厉害吗？应该是还好啊。真的有这只网？真的有一只鸟会停在鳄鱼上面？青蛇区就会遇到吗？应该是打的死打的起来，好像会差一点点，而且是不一定哦。
哎，不好。复活！完蛋，完蛋！十秒，帮我撑十秒。差4%，可恶！亮亮，先打打死他，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打死他了。竟然差4%，哭啊！哎呀，刚刚有一种，这样子应该是够了吧？垃圾袋，我看见全废度的垃圾袋，可以，垃圾一定打死他。感觉只要多暴击几下，应该很。哇，先复活！有一个模式可以拿到很多钱嘛，那个进去然后一直什么砍树的那个是哪个模式啊？16%可以吧？为什么啊？为什么又差更多了？怎么可能？啊？不科学啊！这不科学、啊。哦，这个惊叹号就是可以领的。哦，领起来，战力提升了。机甲装备，哦，我可以化身这个机器人，机械骨骼。OK， 他完蛋了吧？你来戏啊！把信件意外扔进了垃圾袋，是我翻遍全废度的垃圾桶找回来的。那种会变身的金刚战士，应该是蛮顺利的，看起来是蛮顺利的。我要看这个有没有暴击，只要有多暴击一下就很轻松。只要我的角色有好好的在攻击。每一招都有打在他身上的话，可以。那个大招不要 miss 就 OK 了。啊，痛扁，痛扁鳄鱼王。
想，我想拿二欲望。就拿到黑曜石哎、欸。去下一区了，海滩。哦，黄金海滩。靠保底抓到 UR 你不一定要 UR 才抢啊，你看我都没有用 UR 你还可以啊。我这都是靠自己的实力啊，现在一个小时8388了。打过这个还有经验值，挑战关卡里面是不是也是有经验值？哦，好，再来就让他慢慢练等啦，我们准备来去玩800%喽。那记得扫这个 QR code 下载。主播呢在 S021 伺服器，欢迎大家一起加入。记得要先订游戏之后才可以切哦。一碗就280000是正常的。哎，我饼干一个晚上就不知道几百亿个了。好玩，好玩！现在要心得，那当然是好玩啦、啊！赞啦、啊！聊天室一起说赞啦、啊！金加赞！现在图腾上，哎，你还可以增加那个能耗。一个称号都没有，哇，称号是这么稀有的。加油，你还可以强化自己。更高的哦，激活了共鸣属性，木质强化。哦，再把其他银质的全部买起来，会再强化。哦哦哦哦，原来是这样。哦，那很多地方要强化，这些就是各式各样的强化。冒险家修炼场，这个游戏之后会开放跨服、欸、一天有5个小时之后跨服，75级，留一下好了，留到75级。好，放着让他练功吧。